虽然今日不了的秋季会是为主会做大大的好地位，除非之间除非有言道，我无法以无聊的诸多诸言，除非翁老先生不能不记如今不给他钱以后，除非有一次掌握好的报道，现在要我回告不了这个湖水团体，如今你们见机这是永远太贵不应该，你们不要是疑问，是因为是小帮一起代购，但不过正好讲的并没几个，所以无助爱我讲起公主主席下面欧洲家庭是为空气化台湾水，你不言明台湾快快去天下
天意注
病啊，你只讲计较。现在你我相依，你是众位兄弟，会当互相带动你生命。因为这地位做一个灵魂，带动生死，但是咱身为伊的雕神，必须为国为民担忧。哎，含你孤平安尼搭搭了已经十多年啊，啊嘛是好家在讲哦，住我讲的所在到这大东桥，有几多哩孙悟空安尼甲我辅助。啊，讲到这孙悟空，系安尼是咧叫我，啊我咧叫你的名哪有唔对哦，是朱少年，甲我同款。已经手背里通经这个条经唔对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天魔公啊，安尼有你这个军师吼，甲我斗三工，大东桥你这里经济天下太平，啊你嘛有真大的功劳啦吼！国人哥哥，我准是好祝福福到天，但不过今天各条所在，两栋大庙。不为他说，还是不了。他俩就为你还正掉你来，正掉来的哟。我弟掉你来如何？你根本心光看，阿弟是哪丢天命啊？阿弟哪知影我是天命啊？不，我吼是八卦，我唔八字呀。是曾经出来做工，当年我一定要心尊土地。阿弟哦。
说不必好吗亚麻Yeah.
目睭紧急在咧给我看，啊，我讲啥拢唔对，我规气卖讲啊，唔是啦，人个上将已经出兵离去，安尼来恁主席斗争啦，但是后台因个消息，行
我开车就骂啊，中原地为何热输我无敌，再想起你来到位，
Woo!
学里咋有咋地满身是伤的一样。连主持人因将军所死才死多一多，不是咱的对手高官变一败。不如如此，咱暂时收兵为准，岁牙为岁牙不下出战之术，来临呐、啊！准备收兵。好啊！老国君正式在了白马关城之中啊，伊高高在上的地位呢，所以我阿弟啊吼，甲阮阿娘两个人无奈，是我单兵独处，忙要有交易，甲阮阿弟同款啊，阿弟做财神的呢，正式关城之中，军容遵守，身为一个万岁主席，伊是模范，从今以后我要头管管管，做阮老家的好状元，头下下做阮老家的好子弟。对其他人压力为你助手又好，运动员告诉阿爹里头去拜安的是啊。陈弟，这个状况不应该，李兵来告位，功夫不是本帅对手，竟然用了小人之波，白雷火炮从我身上，如今兵马死伤不计其数啊！如今本帅我嘛身受大伤，是要如何是好呢？罢了，不如踮伫悬崖所在。尽量少一段时间再睡。走，来到睡崖准备进去。柏林是会下天的，柏林来到位了。哦，阿弟啊，看你的面是无同款，今日发生什么大事情？海里是有所不知，今日定天出兵离去，一共中原来对阵。如今对方用了地雷火炮之术，所谓兵马死伤不计其数。如今要听清我身受重伤，回转而来。什么？孙军失将哦？是呀、啊，大将军可恶可恼的。
我吼，对方实在无目睭，无目睭窟啦！伊竟然唔知讲，你这么伟大、高高在上、镇守这个所在，是军容之首，既然安尼欺负伊，就是跟我作对，我要出兵以夷制东。海里，你讲你要出兵，跟中原来对阵，当然咯、哦，海里。你有一身的好功夫在身躯边，好，这个我囝儿有此胆量，要出兵而去。安尼听亲兵们问你，我你问，你要偌济兵马随身呢？偌济兵马嘛？哈哈，不重要，我单枪匹马，单枪匹马，嗯哼，有此在身，有此胆量，好，海儿，父亲我。这是我的单人出兵离去，如果若这是回转而来论功下赏，感谢爹准备准备。海鱼小心细鱼，也过去。海鱼出兵离去。如今三军身受大伤，何来人呐？瑞州的所在输好了。哦，走走走走！嘿，Thank you.
湖滨大汉，伊是看太夸张的。今年伊到我一个湖北来，也拿咧新冠，即摆嘛要甲你湖北来，无对来平房，也是对来吃。我着摕一根钢鞭甲传你哦，来插，互你放口里插位。哦，湖北来啊！老大人，你有生囝无？有啊，兄弟，你跟我行。如今你正是回转而来，你的牛津无法度建立此件事实，你前往后面的所在，向你牛津说明一切去吧。好，我用来用去面讲给牛津听。牛津，如今怀疑正是回转而来，是将军的功劳，来人呐，退下。
要叫你出世，看见宝莉非常可爱，天真伶俐，有文有武，对我非常孝顺，但是心中为着挂念，我无希望叫你落到贱地，毕竟伊是我单丁独子，我希望叫你太我，叫你能因身在我身躯边，这是我做老母唯一的心愿。走，已经来到位啊，准备进殿。玻璃机关阿娘，玻璃阿娘，我一个透早爬起来，就无看到你的人影，你走到倒位去啊？哇，外面的所在，我传言更变的厉害哦。也唔过哦，阵仗当中发生一件代志呢。阵仗？当年阵数不断，现在敌勇冠，兵荒马乱，为娘时常向你提起。不准离开府中，你所的贱地发生何事？你怎能明白？因为啊，我本来吼为恁做手友好，在甲阿爹请安的时阵，阿爹吼伊讲伊人伫咧艰苦，我问啥物代志，伊讲吼甲永坤伫咧交战中原地啊，中原地甲伊伫咧交战的时阵吼，伊被打得落花流水。所以咧，天天联想转来，啊，我为着为恁做手友好，我听阿娘伫咧交代，做囝仔起工啊友好，所以我代替爹亲甲中原作战。你有知影？阿娘，我来讲一件代志哦。这次哦，哇，这厉害呢！竟然大人拢是我的对手，而且一个，竟然人不奇怪，这个乌面大汉，差不多有百倍。所以哦，你看伊时阵拢爱看只悬，伊哦，是咧讲，伊竟然哦，手里啊无用啊，所以哦，我就在这等到尾哦，我拢提起金鞭啊，安尼手趴落去，可以可靠几个差差分，得用金鞭诶。怕对方好高面三分了，你讲对方乌面大汉的哦，两军对调，可有报上名气？有，我甲伊伫对调时阵有问名，伊吼伊叫做叫做什么乌什么地什么江的啊？我地叫阿叫乌地江，阿娘我搞无？娘哩！
永远人你一杯无来呀。将来会用命来交代，你就爱我寂寞
水开了。玻璃，你在做什么？当然，阿娘你头拄一日讲啊，既然老多钱是我的老爸，伊是半中途救你的性命，为什么来咱去玻璃？所以我真生气，我要找你了。不用的，老公真受着不了老子重用，你该想，就让我的官僚受伊更受。这十多年来，我是暗看秘密，就是希望有条件，若无计当离开这个所在。但现在，我的唯一线希望，就是你的老爸。如果我弟兄确确实实，若是你的幸福，安尼你来认做贵族，为了一个方块。方块，啊，不过我家己拍受伤安尼。放心，你两个也是弟兄，一直要来结婚，你放心啦。安尼哦，是真的吗？你讲那么怕伊哦？是。好，安尼我知我知，啊，但是我即摆若是公民义大利提阮弟兄，安尼袂一个，我应该安怎做？啊，我等你一点，今日请到意见，到时阵提示伊改改呀。是啊，哎，阿娘，阿娘，你委屈咯，我即摆出来去，我即摆去甲阿爹相见。我无爱好叫你落到正面，就是惊伊受着危险。想要到这处，两军对面，付出着不低调，自找死也不死，不低调。如果你若是我的后生，那呢，惊你出事呢，该是你做贵重的事。Walk home.
公亲弟啊，大王。你三公子何事？有人通报你单点的阮弟兄。啊，啊，叫伊一个人名，单点的阮弟兄落网掉，再通。滚叔，汤叔骂报税，虽然在当殿国军中出兵，但不过这日前出兵回来，现主事也搁身受重伤，怎能再出兵离去呢？奉旨，心想伊被人打得虎口里生烟，现在也已经身负重伤，倒转而来，只不过当殿不敌用，哪呢？哇，是要如何摆在身后？我看吼，你当已经挂掉命，你今仔出去唔知影会迄度安尼无？哎、欸，安怎啦？莫白讲话啦，较有影啊！你哪会当安尼死？你袂记住？若我有当时讲的话，绝对是无准。你讲的真准呢，你唔通安尼胡言乱说。我安尼也袂走，袂讲到底啊。对哦。这次伊要出兵离去，要人安尼死，我先叫伊来告此地，一人送终一晚。本里哦，我弟弟哦，告有旨哦，哎，我弟弟进表来。啊，这外手啊，啊，外手，哎呦，外手，啊，这谁啊？公主啊，小妹，小妹有啊，还叫我找你呢。兄弟哟，哎，你是打手好靠林三分，对啊。啊，我来看你啊嘞，好出笑，你更加严重啊。无人敢来手尔啊，啊手尔，你这尔大口大白，啊你叫三分，把你呼出来，你怎么把你逮死，你知无？知影、啊，我较早自细汉哦，我着做爱惜生命，我连只狗也唔敢落去饲啊。即摆哦，受伤我感觉哦，够疼啊，我都久无受伤啊。少皮啦，嘿呐。又唔过你看明白，有人当点你啊？还是啥？啥物人当点我？单点讲啊吼，国语叫单点呐，啊单点阁会较贵啦，啊然后双点阁会较少，阁卖一手机啦。你对你普通讲的啊，动作遮尔小直播啊，什么单点阁高点阁套餐呢啊？不啊，我你黑白啊，会错，我是讲人点你，讲叫你就爱去啦。哦，叫我就爱去啊。哎呐，什么人啊，要敲直播啊？什么人啊？对方是两股啊。杨国老夫人啊，老夫人对，去公司囡仔，哎，哎母啊，这个老夫人送的囝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我甲你郑重的介绍，伊就是优惠真的囝，不是不是，老国真的囝，哈哈哈哈。我知影，郑重我手就是要拍着胸，你手是受伤，无代志啊，这个囝仔看得无。我看你的老命，我要改命。所以意思，你要出兵离去，我出兵回他一回，替我再吹算了。要我再吹算哦，这个。You're too young, you're too young.
但是我知影讲，阿娘即摆就是伊个哦。因讲佫有生囝，无安尼，安尼就是无安那。吼，安尼哦。即个老公真唔太过不应该娶阮某，我还跌倒两过。对，我帮你讲。好，呀，等下再重点，重点你即摆中原人，我唔是恁中原人啊，所以咱即摆吼爱演一出戏。演啥？我袂晓演戏啊。会啦，你晓演戏啊。我袂晓。放心，我出招你就会了接招。安尼我记招听招。所以来，跟边头啊，来你跑啊，好，什么？你跑啊？我怕你，嗯，你头下去讲着，看到老伯是欢喜你啊？不是啦，我无咧怕你呐，无啦，是你啊怕我呀？你啊怕你？你也不怕我，我就我要怕你啊？啊，你要怕我？有人要怕老伯，我无可能怕囝。听哦，听来你就试看卖。
麦多。阿弟啊，来了，弟啊，这里长花豆，快点，弟啊，你回转你来，对，我去领导上来，好，我这时开下车门，和你见面，来，我就开门哦，来人呐，准备打开车门，我就是我的门弟，开了，开车门了，哦，对啊，快点。快点！你今天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根本就不是你娘，你不是我小三弟可的，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阿娘？那我阿娘哦，不能接受家庭，你强强迫来，你今天做什么？我大哥，如今你该中原的人高见，什么中原礼貌和跨家庭来，你是如何解释？那不是交警，那是我交警在帮忙的。一来就是交警在关心你，帮你开车门，我叫我将军你进车。你搞死你那混蛋，混死！等你准备交警啊！虽然啊，你不是我的亲兄弟，但是我同款爱感谢你。从今以来，才让我有功劳，所以我来谢多谢。你搞我谢多谢？按照这东西啊，我就跟你这东西啊，我死啊！等下，搞你东西啊！我打工多少年嘞？你讲的啊，伊要跟你淘汰啊！哈，你是在挑衅人吗？对啊，你看啊，你这伊根本啊，伊都唔是人啊！我生个优秀的哈，真是万主天尊通天教主的。哈哈，哎呀。哎、欸，阿爹，但是你有想过吗？你看吼，已经来死啊，咱应该想办法，互中原做二声，二声啊，阿娘。对啊，阿娘，你做了呢？你是哪位啊？即摆袂用，你正去吼，你看你遐臭眉毛，袂当去。哪会臭眉毛？爱洗头发，我来甲阿娘讲，到时阵你洗头发，是不是做干脆来见好无？哦，好，你甲你阿娘讲，我先来换衫裤，换一撮西装，来去找伊。啊，应该你遐唔是做侪人的吗？你遐遐唔是做？对，我搁来下批，叫阮中原的人来遮。好，阮头先赢，阮头先拜拜。好了，快点。阿爹同款，做一名的大英雄。
我够欢喜的，我今麦话阿姐够阿娘，从今以后就当享受天伦之乐啦，因为袂得遭亏啊。哪呢？阿娘心我满意啊。阿娘，我有啥物心愿一定应该欢喜爱笑，因为伫咧又搁伫咧哭啊。阿娘想要甲你细看一下，乖囝大汉，已经会当照顾家己，恁爸囝会当看见，阿娘是世人的心肝。有够好，有够好，会当达成阿娘的心肝，我嘛足欢喜的呢。你看阿娘是不是老？阿娘老老，阿娘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女神，你一点仔就无老，你袂老啦。我若见恁老爸，恁老爸敢要搁会认识我？当然嘛是会，人我伫咧讲哦，他伫咧现实当中，我伫咧安尼指点一下，伊就知讲哦，他你有大胆点咧，对我来讲会想计较啊，安尼想计较，我对你，伊就讲遵守我的话安尼，所以表示讲哦，伊对你一定都有感情。当然是恁老爸对我讲，伊要做天下的大英雄。所以混乱当中，我阿公母就分开，一边生细，我要生生大大，等你老爸。好，我阿娘要跟孙子，我叫阿姐通知姐，阿姐啊。将不良成良父，一马出粮挂粮库。我对老父亲十万年，伊对我有情分。我是一个女人，最重要是我的良知，有弟兄是我的情爱。老父亲对我有意，虽然你是北辽子民，虽然当年我无怨。但毕竟夫妻之间，我无言以对。在面对你婚礼中，夫妻今生缘分已断，到夫妻风烛路上，你袂孤单，我感谢你。对我的命永永记住，这个表情很清楚。
有这样子的出路，在当代环境文字天大梦。阿爸，你有吞汤水无啊？我爱这领尔，老公这领衫我穿袂落去。啊，穿袂落去，你嘛吞芳芳，你安臭臭，阿娘看着你会生气呀。伊个芳水鼻孔我都歹鼻个，阿娘个鼻孔像外流个。啊，来对，来对，阿娘讲伊要西装打扮起你。好，小心快点。阿娘，阿娘，妈，阿妈呀。
台湾，要来讲是中原土地。新疆文图，江西秀色有过地，马山竹田，金丝庙，金刚山的门口，九九文都。还要换空竹雕，哦，三岁，想袂到不愧是中原最秀，踮在沙场阵地。哎呀，丢了！我们叫三军，准备摆开回沙军。三十六号六有五招，第一队第一秒，还要换空竹雕，回来救兵，指挥全组队移动。好，我闹混。